Hey yo, hello everyone， 这里是立志阳台，我是布拉空的好朋友，台湾最潮修复师阿力。那今天呢，阿力一大早呢就出来要拍一场开光，然后今天的影片呢，主要就是要看一尊匠牙的开光的过程。啊，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进去看一下，伊法师的法师是安那做的，啊，匠牙开光同咱金星的开光的流程跟一些美甲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拭目以待咯。那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一样大家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 YouTube 的超级感谢的功能呢，也请大家多点一点，懂内一下我们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这场开工咯， Let's go。本师为我来立身，啊，千祖万岁，哎呀，按前要来个立身，我当啊神威啊，能继续在咱道家，我咱道家这地主信徒会当每人心中共产，我当啊出国当弘扬我家，我当平安顺遂，啊，来祈求千祖万岁做主，耶，耶。Thank you.
那第二碗饭就在印。OK， 啊，咱刚才我们就有看到伊种牙已经开工了，啊，伊今仔开工就是除了一尊种牙以外，佫有点是亡灵。那咱有看到伊种牙在开工的时阵无？伊开工了，吼、哦，种牙就是会滚起来，吼、哦，爱走动，啊，爱晃动，迄个是等于像咱在开工金星同款，点了爱会嗨，有迄个感觉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种牙是爱人滚起来安尼尔。啊，今天来看这尊种牙，其实它蛮特殊的。伊个种牙，伊个头，伊头的做制作迄个形式，加迄个样貌，可能一般伫台湾看者台湾头的感觉无啥共款。伊只头的制作的迄个感觉，看起来较偏向像咱讲福州头迄个感觉。啊，因为咱即摆市面上看者种牙头，大部分是较偏向北部、北部迄边的迄个做法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看这头，像你刚刚讲，哎，它还蛮特殊的。啊，但是你看。其实以福州头伊的做法是蛮漂亮的，说真的是真的是漂亮的。啊，以前我问主家，因为主家是一个家己做好的朋友，吼，一个弟弟，我甲伊问过，伊讲只要头做起来，价钱其实也没有比台湾的便宜到哪里去啊。吼，因为这进我们家水的福州头，价钱是嘛甚无俗的。吼，那今天这个主家是跟阿六一个做好的弟弟，吼啊。小人很年轻啊，二十几岁而已。啊，为什么也点灯多万岁种牙？吼、哦，因为伊家己有一个梦想啊，有一个梦啊，即摆嘛一定在执行啊。吼、哦，伊个是开一间庆传轩，家己开一个烟家。这几年来，我看他成长的开始，他做家私啊，然后去学啊，去练啊 ，Q 人啊，去把这个庆传轩在这几年也做得蛮有声有色的。我甲讲是，以小人来讲，他二十几岁。我感觉算足强啊，真足强。嘿，啊，今仔来看，就是咱这阵种牙，咱有看到伊咧点的时阵，它整个点的流程，含咱金星拢差不多。吼、哦，嘛是爱点头、点眼、点鼻、点嘴、点耳啊。吼、哦，啊，点心、点刀、点手、点脚。吼、哦，还是跟金星的流程差不多。吼、哦，啊，上个就是讲，伊是规身较大身，啊，先请起来点。啊，七点要爱走动晃动安尼样，所以有这个荣幸在弟兄邀请我来观影，啊，咱家当来看咧个点种牙的这个流程，然后还看到一颗与众不同的福州头的种牙头，我感觉这是一个蛮幸运的事情。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吼，咱能够看到讲有较奇特的要点。种牙是有什么奇特的仪式啊？像那我马上就只能去找大家来看这个赶快的，不赶快的仪式。那我们今天呢就看完了一条种牙的开工啊，也顺便做了一个小小的神开箱来介绍的这尊头，比咱台湾省较无看到的这个形式的福州头的种牙。哦啊，影片的最后呢，因为朱家他蛮有心的，以及大家有专工特别去做了小钥匙圈。是就是这尊种牙的卡通版的钥匙圈啊，他原本规划的是讲你要有来观礼的人有跟田都元帅合照，得当获得一个。那因为家己的小弟，我来改讲，你可以提供两个给我，让会粉丝嘛，那说阿沙里也甲讲 OK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准备了两个钥匙圈，然后这两个钥匙圈呢的。抽奖办法很简单，你只要在我们的影片下方就是 tag 三个朋友，然后写下我爱庆传轩，写下我爱庆传轩，然后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抽奖的那个机会啊，哈，对，让姐姐记得你讲。那影片最后还是不免俗要跟大家讲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阿姨要开启小铃铛哦，啊。最近阿力有固定，可能礼拜五晚上都会开直播，所以想要上来跟我聊聊天，然后就是问一些问题啊，然后大家交流交流的都可以，欢迎在礼拜五的时候上来我们荔枝人海的直播哦，胡辣攻击一下，来跟我好好的 talk talk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荔枝人海 ，see you。